这不是我和老孙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行啊，这不是奕晨吗？哦，他好啊，好久不见。谁又跟你握手啊？你不看看，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亲爱的，他是谁呀？他呀，我老同学，那从小家里到穷，连饭都吃不起，也不知道老师怎么下了眼了，让他当个班长。哎呦，亲爱的。 你说的就是他呀，哥的，可真惨！哎，你，阿豪，这辆车是你的吗？他怎么知道？这辆车是我的。这个是我们老板车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用完赶紧还我来。放心吧，别动，现在走。那车要是都在我这儿，不是我的，还是你的呀？我看你的脑子是受坏了吧？行，你们给我等着，你自己在这慢慢等吧，我们可没时间陪你。现在。 走，不对了，潘老同学，以后出门呢，别说认识我们，我们呢丢不起那人。哟，这不是我老同学赵妹吗？怎么，你也是来谈合作的？人家谈合作呢，讲究的是实力，你有那个实力吗？知道我开什么车吗？拖欠你呢，还是赶紧走，别在这浪费时间。 跟我谈合作呢，我是看你开什么车。胡总，坐。胡总，你们都是过来谈合作的吗？原来你就是胡总啊！我们两家的实力呢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可是开的劳斯莱斯来的。请看一下我的产品吧。停，咱们的事儿呢，一会儿再说。 先把你的产品介绍一下。这款国酱纯粮食酒，古董谈生意果然爽快。来看一下我的产品吧。你的产品呢？我就不看了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。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的产品你看都不看，亏你还跟我老公是老同学呢。你老公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借车的时候都不问一下车主是谁吗？我认识你吗？出去。